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哥，今天看一下我淘了什么机器哦。这台是苹果11/128G 的国行，支持双卡双待的绿色，99新的啊，没有磕碰，没有划痕。江苏的邱先生预定，他是送给他老婆的，一定要这银色，其他银色都不要。挑了两三天才帮他挑到这台完美的，这台市场拿货是3950哦。苹果12上市，苹果11感觉又更香了，不知道为啥。这台是苹果11 Pro Max 256G 的，美版上网无锁，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的，黑色的亮充橙色，没有磕碰，没有划痕。北京的韩先生预定，他说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就关注我，感觉我做的视频还不错，就叫我帮他挑一台。这台市场拿是6100哦。他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一款，之前由于预算不够，现在便宜了，拿下。我们拿回去再深入检测一下，这个电池都是100%漂亮。这台是华为 Mate 30的 5G 版本，8+128G 的，显示是亮机，中宽轻微一点点小磨损，背面屏幕都没有划痕，正常的亮机范围，但是至少有98星。湖北的张先生预定的，他说不分颜色，只要机况好就可以了。这台群云的哦，还在保到明年的9月份，这台机器才用了2个多月，非常完美哦，漂亮。市场拿是3300哦。这台是 OPPO 的 Find X2 Pro 的12+256G 的，陶瓷黑新款的5。性价比非常高，865处理器，3星的高清屏幕，这个反应速度真的很快呀、啊！市场拿4200。这台是华为 nova 75G 版本，8+128G 的，成色是亮机，中宽轻微一点点小磨损，正常亮机范围，背面屏幕都没有划痕，整体成色不错。原来的胡先生预定，他是送给他子女用的，叫我帮他挑选一台，市场拿是2250啊！感谢支持。第二次预定了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